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个运气的实验，我们来测试看看我们今天运气到底好不好。今天下班呢，我去买了这个刮刮乐，大家应该都玩过刮刮乐吧？几乎都在过年期间买的。然后呢，我想说今天想出来刮刮看好了，因为很久没玩，之前。有一次打麻将的时候一直赢，然后就那天当下去买大乐透，结果中了400块，真的超晒，运气真的超好啊。我买了一张、两张，总共是三张，我们来刮刮看看哪一个会中最多，然后运气三张总共是600块，看我可不可以以小钱换大钱，用600块获得大概800以上吧，600块也可以啊，不赔啊，不赔钱也好。好，现在玩的第一张，第一张不知道感觉好不好，它上面编号是幺零，好，编号在这里，这里是08，08，然后因为我看到第一张号码，第一张号码是05，没看不到，第一张号码是05，然后我把因为05是我的号码，我的本身的号码，然后就把它去埋一下，看过会不会走，不会走就算。谢谢。10号，第一号码的10号呢？没有。第二个，11号。
因为我的号码这边第二排有一个，就是要买房。45，好，有一个很偏僻的，再来一个。16号，有一个。好，下一个号码。36号，哎，又一个。好累啊，我操！接下来是30号。对，完了这张好爽，700块买200赚500，哎不对，买200中700赚500，你们看这会不会太爽了？我选的还真好哎，因为他自己选，他完全他是一叠全新的，然后我自己去选号码，我选两个连号的，然后都有中奖，然后一个是分开来的，我看到我的号码5号我就把它选下来，然后结果也有中奖，好像我没有赔钱，赚钱呢，赚500块，我要去夹娃娃，下次拍夹娃娃影片。
先说一下，今天是7月22号。我买刮刮乐主要是因为我7月25号下个礼拜一生日。我的生日啊，每周一个人过。然后今年的话，应该会去溜冰场，跟朋友、跟我们社团的一起去庆祝吧。因为我也是教练啊，我是玩极限运动的教练啊。我的影片等一下会附在下面。附在下面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漂移的极限运动，有点难度，里面最难的板类。要学的话，私密我，到我的脸书按个赞，私密我，我会教你怎么玩。好，等一下，出发前往去换钱，赚500块，三张都中，超爽！今天运气好好，突然觉得好开心哦。好险，我该对过一次，不然我等一下莫名其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都500块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帮我点个赞。想要追踪我的频道，观看我，还会后面还会有什么东西呢？请帮我按个订阅。突然忘记了。好，虽然说我们这一集原本是要拍妹子。但是妹子说，那位妹子说她要等8月1号，他们学校返校的时候才会来我节目这边拍影片。你们等一下可以看看，我等一下会放一张照片，我跟她的合照。她真的超头发很长，超长。你们等一下可以去，反正一瞬间我就放那一秒钟给你们看一下她长怎样，可以吧？想要继续看他的话，看他听他的声音的话，他声音真的非常好听。等一下，我们下一集会出现。好，我们中了1100，哇！我的心情好复杂、哦，好开心。我等一下绝对不要再买刮刮乐。我每次只要过年一买完刮刮乐，我再去，我中奖过我再去买，第二次都赔钱。我决定了，这一次不要再买了。买完这三张，我们就到此结束吧。好，我们下次妹子影片再见，拜拜。